六对谁都能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和六对现在是酒腻的，对，谁喝得多，谁这个场靠后。他关酒海，他俩人喝多，能给六对其他人全杀了。关酒海现在德云六队叫后脑勺克星，就他们家喝多了对着后门啪给一下，第二天早上你问我这是手怎么肿了。哎，我们那去于金阳家喝酒去，张小白喝多给他们于金阳家狗背出来了。张宇航喝多了帮人于金阳家狗聊天，好家伙，人家狗都聊哭了那天晚上。老天断片，第二天早上你叫九娘我怎么回来的，我说我也忘了，你们自己琢磨吧。老婆说我好像他妈骑着自行车回来的，就是他妈骑自行车特别费劲，我说怎么蹬蹬不动，我们一调监控，老婆骑树杈子回来的。小陈平常特温柔的一个人，昨天喝完酒变身了，喝多的时候站在桌子上逮谁骂谁呀、啊。作为六队啊，一个队长张克伦，一个寿星老狼克岩，狼克岩坐那这儿看着，不是坐那低头看着，指着脸打打打打打骂半天。不知怎么落这么一名，您还不知道呢？您不记得，我们都记忆犹新呢。好家伙，给我们俩训的跟训孙子似的。内部对霸实锤啊，对霸大，你以后要对霸好。这个我先没喝这杯之前，我先说一下啊，一会儿这杯酒我喝了它，20分钟之后我再说什么，都别信啊，都别信啊。您等会儿再说话，等会儿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小梅有杯酒量，哇！我为什么要说一声呢？因为其实六队是有酒量的。六队酒量都不错，一个个你看这五大三粗哪个不能喝啊？我明儿就退出。好。这个您下台就打死。六队没酒量咋带、啊？不能喝。对，你不能喝，你跟随队长的节奏啊，先用碗，再用杯，然后对瓶吹。这一套下去，七队都在桌子底下呢。行了，赶紧散了，散了，散了。之前我说什么来着？张鹤伦一端杯你们就赶紧跑，上次张鹤伦一个人喝倒咱们一队你们忘了，因为什么也不想想。我说六队都喝疯了，都让队长给灌了。这酒也不是真的，还养鱼呢。昨天喝的轮哥已经忘了谁是队长，他不光忘了谁是队长，他连我是谁他都忘了。因为喝酒太快了。